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要介绍的是水利局，要讲的主题是物联网防灾哈。那么在今天这部当中呢，咱邀请到这位贵宾是咱台南市政府咱水利局韩荣华局长哈，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做伙来探讨一个话题。局长你好。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是，咱怎样哈？每一当到七八月哈，这个时间呢，差不多是洪灾的这个季节啦哈。那么洪灾会带来足大的这个雨量，啊，佮有了几种情形是讲强降雨哈，这是最近这几当好像因为温室效应，然后这個地球这个暖化的关系哈，所以呢有一种叫做极端气候，这极端气候引起吼咱这个强降雨啦哈，所以有当时候呢这个雨量足大哈，像好多话咱咧录影的这段时间哦，好像外面哦听说是在下大雨哈，这雨量很高哦，哈啊！那雨量我等下上街来哈，有时候我们排要排不出去啦哈，所以呢，有一挂民众哦，可能就有这种淹水的这种痛苦哈。那么我怎样讲，咱市政府当然伫这几冬哦，真努力拍拼哈，在替咱民众哈，就是讲做这个防灾啦，还是讲哈这个水灾的这个防治哈。那么除了讲向中央哈来这个要钱。做较特较侪即个经费吼，来咱做即个防灾以外，那么即嘛是21世纪吼，那么21世纪行到吼即科技的即个时代吼，那么用科技的方式吼来咧治水啦吼。那么我知影讲吼，咱水利局吼有一个叫做即、這个物联网防灾啦吼。啊，我咧想讲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吼。啊，听讲吼即个物联网防灾呢，搁是吼咱。2020年，哈，亚太地区哦，得到哈这智慧城市的这大奖哈啊，我们哈要先恭喜咱水利局哈这么用心呐哈。啊，当然啦，这物联网的这个防灾，如果用在我们这个这个防灾系统中心，对咱的民众哈，这个防灾都够靠有帮助。但是有一寡民众哦，他会觉得好纳闷啊哈，尤其咱电视机哈，这个乡亲朋友哈，有的人哦年纪稍微有点。大了哈，对了，这物联网，他好像不太懂这个名词，是不是吗？请咱局长跟咱乡亲朋友做一个这个介绍，好吧？是，咱就请来迄个电视机头前的这乡亲朋友大家好哈。简单讲哦，是讲吼，咱即卖利用咱即卖科技哈，过去吼，咱的一挂阮的迄个一挂水情的相关的迄个监视的相关设备哈，拢爱透过吼咱的目睭去监视哈，啊，监视了呢，咱的有一挂迄、那个。奇怪，咱的迄设施，咱即下下雨落雨的状况呢，都是要用人为的方式去做伊的记录。啊，即马透过吼，咱即马科技已经发展到即马已经5G 的一个时代。那透过我们的一个物联网，NB-IoT 的一个一个传输的一个方式哈。大概可以将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水情的方式，可以做即时的传输到我们的水情中心，到我们的这个所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应变平台里面哈，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资讯可以综合，然后接收起来，而且呢，我们可以即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其他的一些单位，比如说像我们的水利署，还有我们其他的各河川局也等等的哈。那同时呢，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拿到其他的。比如说像中央气象局的一个降雨的一些资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往来做这个迄个在监合，啊，把这些所有的一个讯息整合，然后我们可以即时把这些讯息呢，也可以推播给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知道。等到像讲吼，咱今嘛伫这个摄影棚内底吼，我靠在落雨，咱都唔知啊。可是我如果去上网，那个网络就会告诉我。是，透过我们的手机哈，现在那个 APP 非常的一个容易的下载啊，台南市有一个台南水情即时通的一个 APP 这个 APP。那我们的摄影朋友也可以透过这个去下载之后，我们可以同随时的可以了解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水情的一个状况。其实有讲啊，在市政是一棒接一棒啊，伊讲吼，咱吼这個淹水，尤其是咱台南市啦，有一挂所在是属于吼比较。低洼的地区，像咱这个阿南区哈，以前叫做台江内海，然后这是较低洼，啊，是讲吼，像迄个昆山大学遐是以前叫做鲫鱼潭哈，所以这所在拢有可能哈，就是如果下大雨的时候，伊都淹水的这种风险啦哈。啊，但是呢，因为咱这届当来哈，这个经过历任的这个市长哈，大概哈会拍拼啦哈。当然，咱即马哈淹水哈，可能以后啦哈会越来。
越少哈，甚至会没有哈，这是咱大家哈民众所期待啦哈。那么咱最近这几冬哦，咱对于这洪灾啦哈，当然咱也向中央提出一个经费哈，是不是嘛？借着今天这机会，咱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吧？是，好，咱过去哈，为九十几年的时代，95年开始哈，迄个经济部水利署这边家哈，透过李焕益哈，有核定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从一淹水计划开始哈，那后来开始的一个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到我们的前瞻建设的这个相关计划里面哈，那我们跟水利署也好，跟内政部营建署，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中央部会，我们持续争取了很多的预算来办理这个相关的一个综合治水的一个工作。那在这个治水的工作的过程中间呢，大概我们也利用了一个二道防线的一个计划。那像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西尾自洪池旁边啊，我们大概就是有做了一个第二道的一个堤防防线，避免这些所有的设施我们重要的一些产经的地区哈，都遭那个受到那个引水的风险。啊，当然除了港点设施以外呢，当然我们现在也整合到我们的社区，我们成立了一个社区自主防灾。那今年我们在台南大概有将近40个社区，我们要成立这个社区自主防灾。过去我们在豪大雨的阶段里面，那透过我们的社区哈，让这几名朋友大家哈，透过自己的一个社区自主防灾的一些力量，可以都已经将这个社区的一个淹水降到最低啊，这个损失啊，那一个因为这个社区自主防灾在豪大雨的时候，大概就会透过自己的一个互助的一个方式，把这个问题大家互相提醒。那当然在刚才讲透过工程的方式呢，我们在这里也有设置的相关的一个在那个自洪池，那包含的我们在目前呢，在整个台南地区我们大概都陆续大概设了将近16座了哈，那这些还包含的我们属于工业区的还有科学园区的自洪池，目前在整个大台南地区有将近有1000万吨的一个自洪量，这个目前来算在全国各县市来讲，它自洪的设施非常大。那各位那请请朋友等一下，设这自洪池有什么用？各位可以想看看哈，那如果没有这些自洪池，平常这些鱼要跑去哪里？可能就跑到我们的社区，跑到我们的道路上面。这1000万吨的量体是非常大的。那当然，比较在低洼地区，我们同时也设了很多的一些的一个抽水站。当然有些像我们的排水护岸里面呢，在这几年哈，我们透过我刚才有特别提到一淹水计划里面也好，或是像我们在目前流众计划、前瞻计划来对，我们也将很多的河道护岸，我们已经有拓宽跟加高，而减少这样的一淹这个风水的一个这个积淹水问题的一个发生。这个大概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的工作。我想我们持续的水利局在这一方面持续的跟中央征水计划来办理，那这个减少这个我们这个积淹水问题的一个发生。现在目前成果大概是怎么样？如何？过去呢，大概我们在早94年的时候，最多淹水的区整个在大台南地区有50000多公顷那现在目前大概我们有降低到9900公顷之多。那这个9900多公顷，而且我们大部分呢的一个积淹水区都是在一些农地，就是一些农田的一个区域。本身很多的一个市区有积淹水问题发生的区域，大概我们都已经有降低了哈。那所以说，那当然我们市府水利局呢这边当然我们跟我们的协力团队那随时会注意手势，我们的这些水情手势。就像刚才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刚才在进场在录影之前呢，大概有下了一场强降雨。那在这个地方呢，大概有陆陆续续我们有接到像小东的地下道大概有一些积淹水的问题，反正随时那透过这些讯息，因为它有我们有一些淹水感测器，那大概就会通知，然后我们也联络了当地的派出所，在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做了一个紧急的一个即时的一个交通道路的一个就是一个封闭，避免人车的一个误入。那我想这个很多的一些设施，水利局现在同时都在进行中。那么就是讲我们刚开始一开场，我们今天主题就是物联网防灾了哈啊，就是透过科技嘛哈，这个科技的红环哈，我们也加入这个防汛的这个阵容来对了哈。那么咱这个这个智慧云端的这个防灾哈，它整个整合啦哈，是不是嘛？给咱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它的成果，好吧？是的，
在我们现在智慧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设施里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设这个一个水情仪表板，这个水情仪表板就是在我们的 APP 里面、大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包含的我们现在的即时的一些水位、一些现在目前河川排水基本上注意的总控、它是不是快到溢淹到我们的堤岸、还是有可能会溢淹出来、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会有里面会有一些警戒资讯、然后带过来呢，我刚才有特别提到我们的一些雨量站的部分、那因为随时的这个强降雨的一个状况，我说我们的市民朋友大概也都会最近的一些气象预报上面都慢慢都会接到讯息，目前的湿雨量到达多少。那这边也在提醒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一个简单的讯息，在我们市区啊，我们现在目前规划的雨水下水道哈、当然我们的保护标准，我们的湿雨量啊，大概可能在将近在60毫米左右。那可以知道说，如果说我们下了一个太大的毫米，比如说，现在预报说我们的湿雨量已经到达80-90毫米，可能这个区域的积淹水的风险就非常非常的高了。那在我们的这个水情那个一个相关的一个设施里面，透过这些仪表板，大概我们都会将这些资料做一个重整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汇整，让市民朋友在这个APP 里面呢，这个很容易的知道目前的所有的一些讯息。因为吼，基本上迄个云端科技很发达啦吼，有阵时咧，比如讲咱开车吼，去到一个所在的时阵，我们找不到停车位啊，或是说，这里是不是有塞车？有时候看那个 app 就知道说，这个地方不要去哈，这边塞车，或者这边没有停车位啊，哪边有停车位？那我们现在那个科技也用到了我们的那个水利的一种的防治啊哈啊。我们市政府好像也有一个这个台南水情的这些资讯 APP， 是不是这个资讯也是让我们知道说啊，什么所在，它可能现在，水可能蛮危险的哈。等下想讲，有当时咱是在套柜吼，电视也报得啊，什么地方吼，那边是水灾，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要去啊，哈，不要尽量不要避免去那个地方哦，我发生危险。那我们这个 APP 它的功能是。那刚才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那这边呢，重点它会提供一个警戒的一些讯息，在警戒它到达一些某些警戒的一些设定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路面啊，有些我们设了一些很多淹水感测器啦、那这个地方的积水如果超过10公分，它就会发出相关的一个警戒讯息给我们。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将这些讯息呢，用简讯的方式，我们也会通报当地的一些里长，或者说社区的一些发展那个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等等的，让丑蛋假期里边也当。了解，我当然我了解是讲，因为咱台湾市民吼，咱这有当时啊，像即马咱厝内底有一寡较是那个是大人哦，一寡老人家可能比较不懂得用这些我们的这个即时的一些科技，大概可能他们没办法即时从我们的手机里面即时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刚才我特别提到，当这些警戒讯息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些里长，我们会另外用讯息或者其他的电话，如果紧急的话，我们用电话告知。那透过里长哦，社区的一些里长，那就会再把这些讯息哦，他口咱家咱的请别人当了解。至少里长他要会用。对，这个部分我们都常常会再做一些相关的教育训练，然后让这些的里长也会知道。因为老早人我也真正吼，他连那个有网络的这个手机，智慧型的手机他都不会操作了哈。啊，当然哈，我们会操作的当然更方便嘛，我们不用透过里长没客把人啦哈。啊，如果不会的，全老早人，我那天他真的是不会使用嘛哈，就是咱接着里电话改做服务啦哈。啊，我们透过里长去协助他们，然后后因呢，你这個、落雨的这个中间啊，是讲吼风台机啦哈，会当吼安全的这个在家是或是安全的出入啦哈。是。那么就是讲咱吼。民众在这个落实哈，咱这边落实讲好，好咱那些社区哈，当自主防灾，独了讲透过这个智慧型的这个云端的设计啊，让我们民众更落实在那个自主的防灾里面。是，那其实，在社区自主防灾系统里面呢，当然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必须有这些讯息的一个接收哈。咱家有一挂迄落雨迄个一挂讯息，强降雨的讯息下来之后，那我们会把这些讯息有一些发布，就让这一次这一次防灾的社区民众能知道。然后我们也常常透过这些教育训练，让社区的这些的阿公阿嬷或者是这社区的一些里长等等的，了解我们这个相关的讯息的一个资料包含的我们现在刚才有特别提到雨量、水位等等的这些的相关资料的部分。那透过这些的社区自主防灾的阿公阿嬷他们平常就是在透过一些教育训练他们就会了解像目前的一些状况之后，他们在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里面呢，他们大概也会在进行做了一项工作。
这边要跟大家做说明的就是说哈，我们的自主防疫社区里面呢，我们有办这些教育训练，那除此之外就是在这些训练里面，我们还会实际的教他们使用这些设备啊，好、让他们知道好、这些的我们的这些所有的云端的设施怎么、各位怎么来操作、甚至我们也有发了一些温暖五天丁，我给他们有一些雨量筒哦，也有雨量筒的哦，让他自己会自己去计算，也可以去观测哦，有些这些设备、那我们的一些淹水感测器在现场哦，它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设在社区里面最比较低洼地区、那社区也会了解这个淹水感测器设在哪里，啊，怎么去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那当然，这所有的这些工作，好、我想我们就会将这些设施就是教会了我们社区的民众之外呢，那遇到刚才特别提到，我遇到像。这些豪大雨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有这讯息料，应该也去启动这个社区自主防灾的一个机制的一个，甚至其阿伯啊，我是觉得还有很重要一个过程，就是每次豪大雨过后，这社区自主防灾的阿公阿嬷，他们也会自己怎么样呢？会出动员来去清扫自己的家园哦，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人工。一个经验呐，就是说经验变成盖里马塞夫啊啦，他有这以前的经验之后，他自己总是哈，你们客把人啊，是讲客进户自己来嘛，哈，家己有些能力，不然有时候那个是一下子一瞬间，是，别人要来帮你都还没有来到你家，那你自己当然要有自助的能力嘛，哈，安尼靠我都。当然人来的时候，你各有一个时间吼，可以去拖延，对，甚至他该有的社区的一些状况、他们也会及时的反映到我们水利局来。那这些详教员的状况之后，在我们在做灾后的一些的复原跟调查的时候，也可以提供了我们很好的相关的讯息。也非常感谢啊、这些自主防灾社区的这些的这大哥大姐吼、来协助我们水利局做这些相关的工作。其实吼、最近这几冬吼，咱水灾的情形其实是有改善啦吼。像我记得好像今年好像是那个梅雨季节的时候，不是有几天雨下得很大？5月19号，那个雨量，好，我忘记是哪一天。但是呢，那个雨量也不是很大吗？可是我印象里面，台南市好像没有什么灾情哎、在那一次的，在5月19号上午，那其实那一波的强降，那个10分钟的雨量，也曾经快接近到30毫米。正常好几个，我们好几个行政区量测出来的，都接近在大概15到20左右。那在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时候，当然就会路面当然有稍微有些积淹水的问题发生，我们大概经过这次统计，大概是有40个小路段。不过这个在雨噪雨停完之后呢，大概就很快就退水。那市长非常重视这一个，那也责成我们的那个邱副秘书长，大概也召开了我们跨局处的相关的一个工作协调。比如说也邀集了我们环保局针对道路侧沟的一个的清淤，那我们那个像公务局的部分，有一些属于一些道路排水设施的一些处理。那水利局呢，当然有一些我们的排水系统、雨水下水道，是不是还有哪些需要再做补足的，好、那包含的整个我们整个其实各市府各局处啊，相关局处大概都会动员，会去对，最重要的是公所，公所的一个协助，那比如说市长那上次也跟我们提醒了一个东西，比如说强降雨的时候，那我们的市民朋友是不是常常在自己的水沟前面，他们会有一些的一个覆盖品，就把这个水沟把它遮住，让我们强降雨的时候水没办法宣泄。这个边我们也在提醒我们市民朋友说，大家现在在落雨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咱头前的水沟啊，头前的那个泄水孔是不是叫树叶脱掉嘞？那也是是，顺便把这树叶给咱倒清一下，是不是？那个饮水的问题就较少发生。因为哈，这有当时吼，这水灾吼，不是要跟咱政府的责任嘛，咱家己本身都有责任。咱每一工吼，每一个家吼，拢甲咱兜的水沟吼，甲疏通吼。我咧想吼，这种突然的这个机会就少啊啦吼。咱讲计划不赶不上变化，我知影讲咱台南市中联最近吼，最近当做足侪这个这个防治的工程啦吼。但是因为吼，咱的这个强降雨是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吼，所以听说啦吼，以后未来还常常会有这种强降雨的发生啦齁。那么就是说我们古早做的这些设备有时候好像有点负荷不了齁，那么我们这部分哦，我们市政府要用什么权益的措施？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现在目前因为极端气候的一些问题哈、那常常它的一些强降雨的一些的雨量都比过去大很多。那因此呢，市府水利局这边呢，大概随时都会检讨这些一个淹水的一个区域。那然后呢，我们会研拟的相关的一些解决改善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方案。当然局部的一些小区里面呢、我们大概也想也会设置一些，比如说小的一些集水井、然后我们里面设了一些抽水机，及时的将这些水收集完之后，
立即的把这些积盐水的问题做一些抽排。哦，这是一个比较小局部的部分。嗯，那当然比较大的部分呢，包括我们整个雨水下水道的重新检讨规划。嗯啊，这边我们也跟内政部营建署持续争取一些经费。哦，那我们检讨我们既有设施现在的排水防洪的通洪能力，也短明。有当时我常咧讲讲，那因为咱即马咱咧为道路下骹设一挂雨水伤寒，啊，因为断面已经固定，啊，你要搁加大，要再加大，要加大加宽，有些困难。对，那也许我们可能就会利用很多我们一些的公园设施，我们就会降挖，让它有一些微治洪的一个功能。嗯，那现在很强调的就是一个哦，就是一些低地治洪，一些绿建筑设施。那我们在跟公务局一起。照顾过我们的建筑技术法规里面，包含刚才特别提到的，在建筑里面是不是有些储水的，潮大雨的时候有些储水设施，不会把这些设施这些雨水外放。那很多比较大基地的开发里面，现在水利署规定，两公顷以上的基地开发，要送出流管制计划书到我们水利局来做审查，那我们就会邀请专家学者一起来把关，好，那这几块哈，收在开发来对。怎么样要住可以让我们的经济能更繁荣，可是呢你周遭的排水设施应该怎么去附带一起来做一些处理，哦，避免这些一些因为你开发造成积淹水问题发生，所以很多的一些设施我们其实水利局现在一直不断的一直在精进在做一些相关的检讨，所以可能就是讲吼，咱运用咱的这个过去的经验呐，吼，啊，搁有加上咱的因应的这个措施做好，所以咱今年5月19号这个强降雨的时候就灾情很少，这就是比较少了，而且它大家的退水时间也算相对的比较快。那我们在那个好像有这个所谓的淹水地区淹水感应器啊，对，是好，那这个淹水感应器可能也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那这个也就是刚才我特别提到，我们这个智慧城市大奖，我们在智慧水务奖这个部分呢，我们谈水利局啊，当然就是因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设施哈，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奖项。那这边呢，大家也跟市民朋友在做一个分享，因为市长非常重视哦，整个他认为很多的防灾的一些作为哈，如果单纯的透过就是我们透过就人为的方式的记录跟一些通报。啊，这也说是在时效上面会比较慢。嗯，那我们大概就会透过跟水利署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池哈，啊，旁边的一些水位的感测器。啊，这个部分呢，它水位它自动上来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会有记录，哦，记录我们的水位的一个积淹水的一些深度。那这个东西呢，积淹水深度的时候，而且它刚才透过一些网络即时的一些传输，好，就会传输到我们的水情中心也好，也会传输到我们的自主防灾社区，也会给我们的一些里长，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目前低洼地区的积淹水的一个状况，以利我们这边做及时的一个准备。那再者呢，这个淹水感测器呢，我们建置完之后呢，也可以了解这个地区它水位，我们所谓的一个淹水的一个立线，也就是说它在什么时间积了多少公分，在它的退水时间大概要在多少时间它就可以把水退光。那这个很多的相关讯息也会利于我们日后在解决该区域的一个淹水问题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器啦。那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些资讯呢，慢慢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水情那个 APP 里面的哈，我们的那个那让市民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水情建制的一个成果。一个城市吼，有伊的原本的优势，啊，嘛有伊原本的这个原罪也好啊，吼，就讲像咱台南市的话，当然啦，咱的文化古都吼，啊，咱的观光是非常的这個、很丰盛啦，吼，啊，但是就对着这個。水的部分吼，洪灾啦吼，咱台南市有话多讲的，像台江内海这个所在，迄西部遮，伊的地势就较低啊吼，那么有一个所在就是比较吼，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地形的关系吼，咱比较好容易来水灾啦吼，尤其是即马吼，这个全球暖化吼，极端气候，我讲像雨落个哈林落大吼，所以吼，要咱台南市做这个水利局长吼，应该吼。爱做好大，因为吼，这有可能都会去用美，所以不过吼，咱局长上任到现在也算是表现很好嘛，上起码咱5月19号这个大雨，好，这个强降雨没有让我们好像有发生很大的这个，也表示说我们这个局长他发挥他的功能了，那么。米来了，好，当然我们好要更好啊，好，我是市民，虽然5月19号你做的不错，但是我还是要求你更好，有什么计划？是啊，我想哈，
刚才主持人有针对这个五月四号降雨的一个状况哦。那我刚刚跟我们常常跟我们自己水利局的同仁自己在分享，其实现在目前的强降雨真的是哈、随时下下来哈、啊，然尤其在我们台南地区哈、在台南地区尤其沿海，刚才讲台江内海，在我们安南地区本来就属于地势比较低洼，那种地势低洼，其实只要是有时候提到说哦那个。一些小下下小小的雨，可能路面就可能会有一些积淹水问题发生。那所以水利局在这边呢，一直不断的，当然我们所谓的会精进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治水防洪的相关的一些措施了哈。那这个是我们自己一直在不断的在努力。那第二个大概也就是在每次好大雨的时候呢，除了透过这些淹水感测器很多科技化的方式的一些淹水的一些资讯的一些调查，那还有呢，大概我们也会像我们的同仁都很辛苦，水利局的同仁啊，像最近可能像刚才那一场雨。很多同仁都会在我们对对，就给你们就会到现场，再去了解目前的像这下雨的一些状况哈，那些积淹水问题的一些发生，所以这些持续的这些精进作为哈，那市长跟我们讲，其实我们的治水的工作没有最好，但是我们会持续的把它做到更好。这是不断的一些精进的一些检讨哈，大概是我们现在目前水利局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努力的。尤其刚才主持人有特别提到，现在极端气候降雨的一些状况，过去我们常常说可能时雨量下到四五十，就很大了。那现在来讲，我们可能就看到动辄就下到七八十，甚至像去年的时候，可能下到时雨量下到100、120，这都有可能。像目前这都已经在台湾已经在发生了。那所以面对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些奇怪落回总控，其实我们水利局大概就是随时的检讨，我们并不会是以每一次的强降雨安然度过，然后就是以此的一些自居，然后我们随时刚刚讲的，我们随时在谦卑的随时的检讨这些的我们的排水设施哈，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做一些共同的一些改善？这个我想我们一定会，而且我们的水利局同仁一起来努力，把这些设施做得更好。我们解决事情当然是要了解也因啦哈，然后才能够知道果嘛哈。那么咱台南市的淹水大部分都是很多公园地势低洼啦哈啊，然后呢这个强降雨啊哈，就是极端气候啦哈。够哦，够一点吼，咱民众家己爱做的，就是讲咱的水沟爱清啦吼。你若水沟唔清，无在就用水在滴领导开始啊吼，因为那个这个领导的这个水沟未通嘛，啊未通，马上就淹起来啊，淹起来就第一，是这个目的就是。你自己的家里面，然后所以吼，咱的民众吼，有当时咱来督促市政府哈，把咱的公共建设做好，但是咱嘛爱督促咱家己啊吼，把咱的这个环境卫生吼，改做好啊，唔能手啊扫扫的，唔甲拨起，拢甲等下，拢下拢落去落去水沟来。谢谢孔盖上面，这个我们常常有发生到，就是每次啊，在强降雨在退水的时候，水被退起啊，用几挂树叶啊吼，啊结果就塞住那个泄水口，那也就造成我们最后的排水的部分呢，就积在道路上面。这个刚才陈主持人所提到的啊，这呼吁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对我们的相关的一些道路排水啦，哈，我们的相关水利设施一起来替我们把关，一起来我们的处理。感谢咱水利局局长哈，那么最后咱局长各有啥物话要感谢用心民工？是啊，来到台南哈，啊感谢是咱这市民朋友会给咱支持，那当然也感谢咱市长哈，针对咱水利局医生哈，而且并且给咱支持，好，咱的水利局会当做加一工课。啊，当然我们在议会里面呢，有各我们的议员哈，都有对我们水利局有做了很多的一个监督啊，跟我们的一些提出很多改善计划。那我想在这边哈，水利局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同仁就会持续的针对我们相关的水利设施会不断的精进。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如果还有做不好的地方，还有一些缺失的地方，也欢迎市民朋友一起跟我们水利局来做分享，不管是在透过我们的电话，或者是我们脸书，或者其他的一个方式哦，都其实还有或者我们现在1999市长信箱等等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一些反映我们的一些意见。我想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水利工作把它做好，减少市民在淹水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减少市民的一个财产损失，这个是我们一直持续努力的目标。是，今天感谢咱水利局哈韩荣华局长哈来给咱介绍哈最新的科技物联网防灾了哈，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弯弯哦，咱台南向前行，下次见。